哟，那边菊宝和梨花在打架呢。哎呦，这别把门串弯了啊！菊宝已经制动，你瞧小梨花，哎呦，小梨花现在身材、体重都不亚于菊宝了。你看，打架更是不服的。哎呦我去！你怎么还臭冷的，还兼职去打胡云俊一下？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你咋又追着胡云俊去了？待会儿能把这跑过来？哎呀，胡云俊，你应该往那屋跑，你跑错了。我这是个神经病嘛，菊宝又追偶像打去了，这一定得给他请个心理医生。对，有，够不到啊！婷婷，张嘴，不是张嘴去了，伸嘴呀！哼，说完这又回去又。木头没舍得给顶顶。哎呦，你俩不要真打啊、哦！我能问一下武术指导是谁吗？哎呦，哎呦，真刀真枪，拳拳到肉。剧本有点像袋鼠拳击，还。一个，你别老分心嘛，被李宝偷袭了吧？你俩不是不打架吗？你怎么还骂街呢？你俩打你的，你俩打你俩的啊！我这是偷拍，而且是从门上把手机伸进去偷拍的。都是套路啊。还走阵法，还走阵型呢？你瞅瞅，小李宝那家伙打的八卦，好像。你瞅，这是老鹰捉小鸡儿。你看，只剩个小公鸡儿了，没有小鸡儿了，就放弃了。实际上，这是一代新猫换旧猫啊。随着梨花的长大，菊宝打架有点弄不过他了，不太敢和他恋战了。恋战最终可能也只能是败下阵来，因为小梨花这从3、4个月大他就。脸皮厚，抗造，耐揍，我要飞得更高。一颗坚韧不拔的打法。